的乡亲大家好。湖北国小呢，在今年的六月五号，也就是我们这个端午佳节的第三天啊，礼拜日的时间，在园林演艺厅下午三点钟有一个十年有成的音乐会。那欢迎我们彰化的乡亲啊，一起来帮我们的小朋友加油打气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很多的活动被迫停止暂停。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音乐会呢，来抚慰我们彰化县所有的县民，还有我们。给我们孩子们多多的加油这个打气，希望我们一起来这个防疫一起来抗疫那我们的孩子呢今年呢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我们湖北国小的学乐团成立十周年以来屡获各项的佳绩，那有机会在园林演艺厅来售票演出那希望各位乡亲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孩子们加油打气，谢谢各位。